转速高，压缩比很高，性能高。很就是马上来了，拔起外露。大家好，我是凯越发动机公司新驰越动力的工程师兼今天的体检师傅。为什么说是体检师傅呢？因为我旁边的这一台双缸250发动机，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体检，今天就由我来冒昧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体检情况。这一台双缸250发动机，它和我们今年正在参加 WSBK 的 344cc 双缸发动机是属于同平台打造，而且这台发动机配备的也是滑动离合实车，也配备了 ABS、TCS 等配置。通过我们的一个初步检查，我们发现它有三高。首先呢，它的第一高是它的转速高，这台发动机的最高转速达到了13000。其次是它的一个压缩比很高，这台发动机的压缩比达到了12.5。第三是它的性能高，这台发动机的一个最大马力达到了32.6匹。我想这时候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，心中在想，哎呀我去，这到底是个啥生理素质啊，如此的爆炸，彻底疯狂。我们在设计之初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考虑了一个紧凑型的布置。通过我们一个紧凑型的布置，我们这个发动机它的体积看上去会更加的小巧一些。比如这个地方，我们把那个机油泵直接设计在了那个曲轴下方，由曲轴来直接驱动，而不是由主轴来驱动。这样的话，我的主轴下面就可以少一个过桥齿轮，少一个过桥齿轮就相当于，也就是少了一个运动负，就少了一处那个机械损失。这样的话，我发动机做的功其实可以更多的输出出来。另外的话，我用曲轴来驱动之后，我的那个油泵主动齿它就没有在这个离合器的后面，这样我发动机的轴向方向就是左右方向，在布置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可以把我的离合器这一块可以尽量的往里压，之后使我的整个发动机的左右方向就看上去更窄一些，这样我的整个发动机看上去就会更加的小巧一些，也就是不会看上去那么大肚皮。另外就是我们发动机的一个水路循环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全内置的设计。我们的那个冷却水从水泵这个地方过来，从这个地方上去，从我们的缸体中间进入我们的缸头上面，然后又从这里这个地方出来，走的是我们的大循环。这个下面节温器，这里是节温器，然后从这下来这么过来又进我的水泵，这个是小循环。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是做了一个对称的设计，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之后，这里就一分为二，然后从缸体的中间上去，这样就会使我的整个发动机的冷却更加的均匀，更利于我们整个发动机的散热。除了一个紧凑型的布置，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轻量化也是贯穿我们整个设计过程。通过紧凑型的布置和轻量化的设计，使我们整个发动机的净重大概也就只有37公斤左右。那么这个重量的话，在同类型的这种双缸250发动机里面也算是比较轻的了。另外就是我们的水泵齿轮和油泵齿轮这两个零件，本身对发动机来说它是属于两个功能性的附件，它传递的载荷相对要小一些，所以说我们在满足它的一个可靠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更轻的一个尼龙加玻纤的材料。这种材料本身它也具有滋润性，而且它也耐磨，同时它对声音也非常的友善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出链轮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飞，在满足强度可靠的情况下，也是做了一些去重的处理，这样也会使我们的这个齿轮的重量减轻。另外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活塞销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锥孔型的活塞销，也就是我们的内孔这两端我们是做了一个大倒角，同时还有我们的连杆螺栓，我们在满足强度可靠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法兰头里面也是挖了一个孔做了去重的处理。就是刚刚说的这两点的话，它可以减轻我们的一个曲柄连杆机构的一个往复质量，同时我们的连杆螺栓它还是一个超高强度的螺栓，它的性能等级是超过12.9级的，它的抗拉强度是达到了1400兆帕以上。我们的连杆也是一个藏段连杆，这样的话我们的藏段连杆它的一个附装回去的定位精度会更高，这几样对我们发动机的一个高转运行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。
因为我们这是一台性能机，所以说我们在减磨耐磨方面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。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活塞销，还有我们的油水风衬蜡，它的表面我们都是做了 DRC 处理， DRC 也叫内金刚石镀层，它的厚度大概在3个μm左右，它的表面硬度可以达到2000HV 以上，不仅耐磨而且还减磨，使得我们的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更加的丝滑。还有就是我们的轴瓦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瓦片，这个是我们的连杆瓦，这个是我们的平衡轴瓦，这个是我们的曲轴瓦，我们全部都是采用的铜基瓦片。铜基瓦片的话，它有更好的强度和耐磨性，同时也具有更好的导热性能和抗疲劳性能，而它的这些特性呢，就是对我们发动机的一个高速运转也是一个保驾护航。所以说通过今天的体检情况来看，它确实是一台性能小钢炮，在这个排量段位的玩家，我想说的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体验。所以说你确定你不告一下，很久费马上来了，彻底